是有关贝贝的。那，太太，妈，你看我看，你看我画的画好看吗？手里拿着什么？让我看看。你们做了什么？啊！朱太太，贝贝是为了艺术献身。献身？不，您误会了，这是艺术，是美。艺术？对。你捡得到什么？是看中我们家产吗？啊！我爱贝贝。我也爱文州。荒唐！你一个下指甲拉黄包车的儿子，凭什么跟我们家贝贝在一起？拿什么来跟他门当户对啊？啊！真是不自量力！妈。我爸爸虽然穷，但是他不会为了钱去卖掉自己的孩子。小次郎，而且他还懂艺术。